来看，即马拄好是旱季的三季，不过受到今年气候影响，新港双溪地区的旱季哦，产量过多，造成计小大崩盘。农民哦，那是请人来采收，颠倒些来了钱哦，因此是规期开放免费予民众来哦。新港山西种植的旱季现在正在采收，今年旱季生长期间气候平稳，旱季产量大丰收，而且品质好，但产量过多造成价少价，农民规期开放和民众免费采收，有免钱的旱季会当采收，民众互相相招，大家是笑开开。阮村啊叫我来个啦，阮村啊叫过来摘个啦，叫来办的旱季拢免钱个啦。啊，真欢喜啦！真欢喜啊！嘿啦，啊，旱季搁大地搁水。产主表示，今年一分地大约有四五千斤的产量，各工采收等到袂好，才决定和民众免费来挖旱季。今年的旱季是因为气候影响吼，全台湾的收成拢真好。啊，尤其咱这这较特别，因为咱这个品种是57的黄金番薯，啊，所以一分地预估大概拢有超过5000斤左右咧，啊，所以产量今年特别好，嘿，特别高。因为介绍无介外好，啊，所以就开放予这民众来自由来采，啊，所以享受一下田园之乐之类。57号黄金番薯口感甜度好，因为产量过多，价少了，才予民众意外赚到免费的番薯福利。农民虽然唔甘，但大方开放予民众来挖番薯，展现无浪费的惜物天性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。